牛头牌本身从50多年，差不多60年以前，就是以华人或者亚洲人的烹饪习惯来研发我们的一些产品，包括我们的炒菜锅啦，包括我们的干锅啦，甚至到最近这几年出的一些电子锅等等。那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以亚洲人一些烹饪习惯来做研发，所以所制造出来的产品，其实比起一些欧美国家制造出来的，更适合亚洲人的烹饪。所以透过每一次的演示，每一次的示范，很多消费者能够直接了解到，哇，这个产品真的是非常顾及他们的想法，不管是他在烹饪的时候的方便，还是他这个烹饪上或者是这个食物上注重的健康啦、维生素啊、营养素都有去顾及到了。所以我觉得这是牛头牌跟其他品牌一个最大的分别。注重的还包括客户的健康，所以健康、原味永固是我们坚持的一个原则跟一个想法，就是秉持这样的一个想法。这么多年来，不管是在台湾啦、马来西亚啦、新加坡啊、香港啦，甚至是美国、加拿大、欧洲，到现在的澳洲呢，都是用这个原则来生产产品。还有一个就是提到的这个售后的服务，那这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区别。只要你回到来我们的专门店，不管是在台湾、新加坡还是任何国家任何一个专门店，我们都有零件可以给你换，快锅的零件、气压锅的零件、炒菜锅的零件、汤锅的零件，通通都有。牛头牌还有一个服务，就叫做 trade in 的一个服务，你把旧的锅子带来，我们给你一个优惠的价格买新的锅子，只要我们的 logo 还在，拿过来我们还是可以 trade in， 让你有更优惠的价格买到一个产品。看它起来好像很容易煮，然后又很省时间，就是按那个 button， 然后就可以 set 掉，然后就去做其他东西，回来就熟了。因为它耐用、耐热，又煮东西很快熟，省很多时间。我们注重的就是希望你可以长久的用一个好的产品、好的品质，煮出健康的食物，可以照顾你全家人。所以这是牛头牌跟其他品牌一个非常大的分别。